骑上一匹好马，在马颈边插支来福枪，沿阿巴拉契亚山脉追逐鹿群，你迟早会进入富饶的宾夕法尼亚，并在那里遇上一座宁静小城格底斯堡。如果你的马走进1863年炎热的夏季，你就会听到如蓝色山脉一样连绵起伏的炮声，那里就是格底斯堡。你多半会抽出来福枪奔赴战场。我与格底斯堡亦是如此相遇的。迁居华盛顿北部郊区后，每逢周末就拿上地图，开着那辆深绿色的二手车在附近转悠。有一次在北向的15号公路边遇见了一个正在欢庆丰收的村落，就拐进去瞧稀罕。有乐队，有歌舞，算得上热闹。露天长桌上堆满了供所有人敞开吃的刚蒸熟的甜玉米，还有抹玉米的黄油。吃足了白食，就带着小女儿爬进热气球吊篮，加温的火焰呼呼喷射一阵，硕大的彩色气球就徐徐升上宾夕法尼亚如泉水般明澈的蓝天。吊篮下是密布着森林、河溪、湖泊的绿野，已开垦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玉米和半人高的牧草。我失去了方向感，只知道这就是美国。后来听说再往北就是历史名城格底斯堡了。格底斯堡就是那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格底斯堡吗？那日在热气球上也许已经看到了，就是天边的某一片雾绿吧。如此格底斯堡命定地向我走来。于是在一个枫红如火的秋日，全家驱车赴格底斯堡，从家居的蒙哥马利郡向东北一小时车程就到了。格底斯堡的英文后缀 Burg 也是城堡之意，却那小城毫不起眼，既无城垣，亦无碉堡，也没有美丽的塞纳河、泰晤士河、多瑙河、涅瓦河穿城而过，只有阿巴拉契亚山脉苍蓝色的静卧于城边。人们说那是一片古战场，有很多的大炮和墓碑。对于我而言，那是某种说不清的感动。自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们就成为彼此相连的一部分。145年前，1863年盛夏时节，美国内战中的南北两军在这里猝然相遇，血战3日，伤亡5万，在后世军事评论家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里，双方阵亡人数合计14000。那一天是7月3日，每年这一天格底斯堡的教堂都会敲响钟声，从下午3点到4点，那整整一小时。此役之后，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推进，北军扭转颓势，转入进攻，南北战争的结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由是格底斯堡被称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4个多月后，格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匆忙草创，在庄严的国葬典礼上，林肯总统发表了一篇不朽的演说。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被造而平等。现在我们正投身于一场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试验究竟这个国家
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我们来到这里，奉献这战场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此地为这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者的长眠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可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我们无从使它成为胜利，也不能使之尊贵。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活着的和死去的，以使这块土地神圣化，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予以增减。当时林肯尚无法预知此地将成为南北战争的战略转折点，但他坚定不移地预言，这个由伟大自由理念所孕育的国家，这个被罪恶蓄奴制所玷污的国家，必将在格底斯堡遇自由之火而再生。格底斯堡，一个美国自我血耻的庄严仪式，一块为自由而英勇献祭的圣地。那场最血腥的战斗便发生在这片开阔的荒原之上。进攻之前是上百门大炮的猛烈对射，弹药充足，一直打到炮管发热。前两日的拉锯战使南军统帅李将军焦躁不安，决心请其主力在这片荒原上与北军决战。炮声止息后，南军士兵从森林里涌出，在林边空地列队。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数十面代表着南方各州的军旗在硝烟弥漫的微风中飘动。在使人热血奔张的战前鼓动后，11个旅12500名南军尖着长枪，敲着军鼓，阔步前进。在皮克特将军率领下，南军精锐北威吉尼亚军团要穿越这块生长着茂盛野草的2公里宽的开阔地，攻入北军阵地。这战场实在过于宽阔了，一半路程之后，北军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在平坦的毫无遮掩的荒原上，南军官兵如一连下的麦穗，纷纷割倒。有数百人曾一度越过路寨和垒石墙冲入北军阵地，夺得一些大炮，但即刻被数量众多的北军用刺刀赶回去。更多的人冲到路寨跟前，已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后世有人评论说，这次大会战就败在这些不起眼的路寨上。这些临时架起的支楞的木头原是防御骑兵的，对步兵本应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人的极限到了，路寨前形成一道血肉横飞的死亡线，骑在马上督战的李将军实在看不下去了，下令撤退。他迎接着溃退的士兵，两眼含泪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你们已经做到了极限。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李将军迅速理解了这次失利的意义。他收拢残部，开始向西南撤退。最后回眸格底斯堡主战场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晚照下的荒原在李将军看来该是满目血色吧。北军没有乘胜反击，他们也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第二天，林肯总统发表讲话，他说，格底斯堡成了奴隶主军队的坟墓，至7月3日晚10时，光荣的波托马克军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被重创的北威吉尼亚军团向南仓皇撤退。据战史记载，装载伤兵的大篷车在南方的大道上逶迤4-50公里。
有十条大路通向格底斯堡，从每一条路进去，你首先都会看到一尊又一尊蹲踞于路边的老炮，他们沉默地向你预告，伟大的格底斯堡战场就要到了。初夜格底斯堡，我新奇的目光首先投射到这些老炮上，沿着旧日的战线，沿着道路和一处又一处世界开阔的制高点，老炮依势而列，恢复着历史，也流不出一种肃穆的平调之气。这些老炮也许有数百尊之多吧，黑色的是铁炮，灰绿色的是铜炮，战火与岁月轮番扫荡，老兵们早已离世，唯有他们还以不死之躯庄严地守卫着昔日的战场，守卫着那些血染的光荣与梦想。在战场中心是格底斯堡的国家公墓，人们必到的第一个景点，这里有林肯发表演说的故地。那一天主讲者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演说家，滔滔不绝了两小时之久，这才轮到配角林肯。该说的人家都说尽了，林肯只讲了两分钟。听众刚刚注意聆听之际，林肯已经讲完了。岁月磨洗，主讲者之滔滔已为人淡忘，唯有林肯那个短短的268字演说还放射着不灭的星光。环绕着死难将士纪念碑，是一排排首尾相接的卧室墓碑，与地面齐平。无名战士墓碑则更为简朴，只有一块块略微露出地面的巴掌大的花岗石，刻有阿拉伯数字编号。当年战役结束，恰是流火七月，尸体骤然腐烂，臭气冲天，在瘟疫爆发的威胁下，成千上万的尸体火速掩埋，许多曾经拥有亲人个性和姓名的年轻的血肉之躯就化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常有人来献花，每年七月初每块墓碑前都会插上一面小小的星条旗。从国家公墓出来，这就正式走上了驾车参观路线。每到路口，总会有一个饰有白色五角星的路标指示方向。这就是李将军纪念碑了，一幢可称之为雄伟的纪念碑，需仰视才得见。还记得最初的不以为然，不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吗？在中国苏联我们见多了，构思四平八稳，手法也拘谨平庸。转念一想，不对了，南军不是力图维护奴隶制的反动军队吗？这李将军不正是这支奴隶主军队的头子吗？而且还是败军之将，在一个自由终于战胜奴役的神圣战场上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不是对先烈的亵渎吗？我很难理解这种把南军首领树为英雄的思路。宽容与仁慈自然很好，那么真理与正义呢？我惊奇地发现，在这块纪念地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与正义。尽管美国内战早有公论，但仍然有人认为真理与正义在南方一边。南卡罗来纳州纪念碑上刻有如下祭文：
那些光荣而坚强的人们永远懂得自由之中的责任，为了他们的传统和信念，英勇献身的南卡罗莱纳人曾经站立起来并获得承认。在这里，州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成为他们历久不变的信念，他们赢得了永恒的荣誉。那场战争之起因确实包含了国权与州权的冲突，不过这一最终引发了内战的冲突也确作产生于围绕蓄奴制的尖锐分歧。南方要以战争来捍卫自己具有特色的传统生活方式，很可理解。地方自治权是共和政权的基础，这是民主 ABC，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是如果说美国内战并非自由与奴役之战，而是两种自由的冲突，就与事实相去甚远了。林肯感慨道，我们这个世界上仿佛缺少自由这个概念的正确定义。我们大家都自诩拥护自由，岂不知所指的并不是一码事。他打比方说，一位牧羊人从狼嘴里救下一只羊，狼却咒骂他干涉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在林肯辞世后多年，打响南北战争第一炮的南卡仍然在宣扬神圣不可侵犯的州权与他们的自由。在这块自由的圣地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历史。多次拜谒这块神圣的土地，十来年了，每年就算三次，也该有二三十次了吧。常常不倦地徘徊于南方碑群，体会那些融入在金石之中的战败者的悲情。路易斯安那州纪念碑，空中飞翔着健美的天使，长号发出战斗的召唤，大地上横卧着死去的士兵，军旗抱在怀里，脚上是破旧的露出脚趾的军鞋。碑文是：路易斯安那州献给他光荣的儿子们。阿拉巴马州的纪念碑也是感人的，两名南方战士身后站立着自由女神，双乳之间挂着南方徽章，她一手抚慰着垂死者，一手指向激战的前方。碑座上镂雕的文字是：你们的名字已铭刻于流芳百世的画卷。最长也最令人震撼的该是北卡罗莱纳州的碑文了吧。献给光荣不朽的北卡罗莱纳军人，他们在这块战场上显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并为理想而献身。在这些纪念碑化为尘灰之后，他们的英雄业绩仍将铭刻于人们心中。32个北卡罗莱纳步兵团参加了1863年7月1、2、3日发生于格底斯堡的战斗，每四个倒下的南军士兵中有一个是北卡人。这块土地所蕴藏的情感如同它的富饶与美丽，其胸襟之宽阔，悲悯之深沉，如同它两手相挽的东西两大洋。对格底斯堡战场最熟悉的大约是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了，他的家就在左近。这位后来的美国第34任总统常携妻来此散步研究战史，他的妻子曾如是说，
艾森豪威尔甚至熟悉格底斯堡战场上的每一块石头。若再往下数，也许就轮得上我了吧。没有亲朋自远方来，我总会带上他们去看格底斯堡。偶尔心动，一人也驱车往返近200公里，到这里来走走坐坐。我不敢说熟悉战场上的每一块石头，但每一创纪念碑也许会记得一位留有纯虚的肃穆的中国人。不断地确认，我情感的天平暗暗倾斜于失败者。一次又一次自我追寻，是否你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在对另一种历史的缅怀中默默倾诉。我的格底斯堡是1989年的北京。世界史曾满怀敬意地定格于一位青年阻挡坦克的画面，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王维林，多半被秘密杀害了，如电光石火，一瞬间辉煌闪耀后永远熄灭。那一刻，全世界的电视屏幕都被泪水所淹湿。其实，以肉身阻挡坦克的不只是一个王维林。1989年6月3日晚9时许，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立交桥，军队强行突破，宽阔的大街上阻挡军队的人们手挽手结成了厚达200-300米的人墙，涌动着，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开路的军人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大棒，疯狂殴打，民众以石块回击，缓缓后退。10时许，民众退到立交桥上，双方被横挡在路中的做路障的车辆分隔，开路部队不敢绕过车辆路障攻击人墙，坦克开上了第一线。目击者如是记载，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轻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刹那，喊着1、2、3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然的巨响，但仍然停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拥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束。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武力车被撞了下去，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2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
风折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忽然间，坦克的马达声窒息，紧随这突如其来的进击，清脆密集的枪声划破夜空。开枪了！由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卡车组成的浩荡车队战斗前进，碾过遍地鲜血，杀向天涯海角。木樨即桂花，想必历史上这里是一片桂花盛开的土地。6月4日凌晨，人民大会堂北侧长安街，大批民众由西向东行进，试图冲进已经被军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解救学生，在广场外围与军队遭遇。人们组成人墙，慷慨悲歌，缓缓推进，一次次被密集的枪弹打散，又一次次重新聚集，歌唱着前进。每一次都有许多人被打倒，但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加入，最后与军队形成拉锯式对峙。黎明时分，坦克从广场里开出来，横列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冲向人墙。亲临者回忆道，这时候也不知道哪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的躺倒一片。在履带的威慑下，没有人站起来逃跑，在这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中，钢铁失败了。坦克紧急刹车，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一冲。最后，坦克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在令人窒息的黄烟中疯狂追逐，当场碾死10余人。有5位青年死于6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其中2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粘到了一起。都说时间能治疗心灵的创痛，却我的心滴血不止。19年过去，一滴又一滴，悄悄吟诗了我的衣衫、文字和目力所及的景色。那个晚照辉煌的黄昏，那片辽阔的战场，蓝血枯草之下，
我看到的是坦克履带下炸出的永不干涸的血泊。我们竟然失败了。花开中国，果实却结在他人国度。1989，一个明确无误的标炳史册的里程碑，继中国89民运之后，苏联、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国家相继崩溃，其主因固然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懈之抗争，但中国的示范作用显而易见。近两个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谴责与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总书记们受到震慑。1989向全人类宣告，共产主义是坠花的锁链，自由高于一切。天地翻覆，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一概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彻底失败。中国八九民运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掘墓人。为什么唯独我们失败了？谁应当为此而承担责任？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浸血的屠城之夜，回到鲜血遍地的木樨地，以坦克冲击车辆路障最终开枪夺路的军队是经济部队第38集团军，他们的军长徐勤先将军因为同情民运拒不领命，刚刚被捕。38军是被迫进京勤王的，那么38军有可能调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吗？数小时后，6月4日凌晨7时前后，风尘仆仆的第二梯队28集团军赶到木樨地桥，受阻于民众再次设立的路障。学生民众蜂拥而上，拿出死难者的血衣，痛陈38集团军之暴行。整个28集团军深受震动，军心混乱，约有70-80辆车的军人全部下车拒绝进城，许多战士气愤地扯下领章帽徽，甚至把枪扔到河里。约10时，有勇敢者开始焚烧军车，军人们袖手旁观，还有人指导着如何才能将装甲车辆点燃。一时间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00余辆军车、装甲车、通讯车全部焚毁。中午12时30分许，一架直升飞机飞临28集团军头顶，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28集团军未予理会，甚至有军人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将直升机驱走。可以说28集团军已近乎哗变。最后至下午5时许，28集团军仍未执行强行开进的命令，反而全军后撤。关于第28集团军另一块来自军方的拼图如下：军队受阻于木樨地，28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以手遮阳向前眺望，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政委张明春则应和了一句话：10万青年10万军。此两句话皆系抗战时期成语，前句指人民战争的海洋，后句源于蒋介石全民抗战之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
两位将军的既兴惆怅，隐晦地透露出内心深处对于人民正义之举的同情。在军委直升机向他们直接喊话时，何晏然根本不予理会，还对他的政委说：“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目睹哭诉的民众和几乎处于哗变状态的部队，两位少壮将军似已准备承担抗命之后果了。二十八集团军也是为民主自由之风所激荡的经济部队。应承担责任的首要者也许是赵子阳，这位与叶利钦地位相似者。其实绵延一个多月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对民心、党心、军心产生极大震撼，统治机器已近于瘫痪，所需要的应该是最后一击，是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振臂一呼，而不是赵子阳伤感的眼泪。那是一个天赐良机，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的最后一刻，赵居然来到了人民占据的天安门广场。在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摄影机前，如果他举起了手臂，人民的意志就会凝聚于一点，坚持政治改革，反击老人政变。在自由的渴望如岩浆喷发的非常时期，谁代表了民意，谁就获得了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力量。但是无神论者赵子阳太看重成败得失，自由并非他的核心价值，谨小慎微、隐忍不发的官宦生涯消磨了他可能具有的激情。八九民运失败两年后，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叶利钦做了与赵子阳相反的抉择，登上一辆坦克，发表了热血沸腾的演讲。他并无一个怒涛汹涌的天安门广场做后盾，当时他的听众不超过200。其他的莫斯科人尚未从政变的惊恐中醒过神来，一个简单的动作加上一篇简短的演讲，苏联共产党70多年的铁血统治顷刻瓦解。那些事实上主导和影响了这场运动的人士都应该承担责任，特别是如我这样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知识分子。我们缺乏想象力，没有顺应民意，把一场偶然性的抗议运动提升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和平起义。此外，与那些奋不顾身阻挡坦克的青年和市民相比，我们更缺乏激情与勇气。连续几代的杀戮、恫吓，成功地改造了我们的人格。千载之耻，万古之悲。我不明白我何以久久地在此徘徊，我不敢承认我是一位耻辱的失败者。于是我的圣灵便暗暗引我前行，让我一次次咀嚼苟活之耻。不是说
活下来是一种罪过，而是悲叹我并无那种为了自由甘愿舍命一搏的勇气。谭嗣同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之视死如归，今日已不见踪迹丝毫。他就义前在绝笔书中曾留下对后世的期盼：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牺牲也。傅生先生，我正是令你遗恨绵绵的牺牲者。你的血，秋尽临朝的血，民众喷溅在坦克履带上的血，令我羞愧。当我读懂了先贤们斑斑血迹时，历史已然翻过了1989那一页。我是一个战败的逃亡的奴隶，我无数次徜徉于这块土地，莫非想借先烈之血遮盖自己的羞耻？哥底斯堡，愿你的星光照耀我余生。格底斯堡的主碑位于战场极北的一块小高地，背靠森林，面对开阔的荒原，造型简单朴素，一个直上直下的正方形石柱。碑身正面是和平女神浮雕，西侧碑文是一束永恒之火引导我们走向团结友爱，指的是美国内战目标之一，维护国家统一。东侧碑文是坚守神士之正义，林肯，这正是美国内战最根本的起因和终极目标，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所应该坚守的既非北方的正义，亦非南方的正义，而是至高立法者的正义，一切人被造而自由。记得某日陪两位来自北京的学人到此，林荫道上我谈及格底斯堡战斗之激烈，打了3天，伤亡竟然直追美军14年越战。总说美国人怕死，其实那得看为什么，为了自由，那真是义无反顾。某学人顿时佛然作怒，再没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生命高于自由，便愕然反问道：那么临朝呢？我们刚刚谈到那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寻找临朝的灵魂》。临朝？他那是和警察对着干。烈火顿时从心底腾起，我几乎要踩住刹车，把这位公共知识分子逐出，再大开所有的车门，驱散他从另一个大陆带来的腐败空气。我做一次深呼吸，心说：谢了，你使我终于领教了这个猥琐的集体堕落的时代。事情反复，已经不是1989年的中国了。愤怒的静默中，一段辉耀千古的演讲词缓缓流过耳际：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尽职的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无命死。
某个冬日，我在主杯下勾留甚久，不知觉间晚霞已然褪去，就连林莽上空那最后的玫瑰色都在寒风中化为一抹宁静的暗蓝。蓦然回首，发现纪念碑顶端静静燃烧的火焰，一阵轻微的颤栗如闪电击中心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就是您赐予我的启示吗？我曾多次执着于这片开阔旷野，抚摸那些老炮，琢磨石碑两侧难以翻译的碑文，却从未留意过碑顶，只知道那是一只长燃不息的火炬。这阵儿看清楚了，那是一尊因经年燃烧而变得黢黑的火顶，那是一丛辉煌的火焰。我从未于夜幕初降时分来这里，从未观察到暗蓝天幕上这种庄严的燃烧。我的上帝，您是说这是一个祭坛吗？您是说那些鲜血和生命皆为献给自由的活祭吗？那是一个雪夜，杳无人迹，荒原上一片沉寂，雪地上唯见我孤独的足迹。思绪永也绕不开1989的失败，怎样的生算是配得上死难者的生活？怎样的死算是配得上为自由而献祭呢？献祭需要纯洁无瑕，你配吗？晚风轻微，感觉有无数的灵魂浮荡在周围，感觉到他们悲悯的凝望。夜雪渐大，一簇簇的落在脸上，宛若冷。这里是美国，上帝格外赐福的年轻的国度。在这土地上，在它的历史、艺术与文学中，很难找到持久的忧伤。星转斗移，我渐渐在北方悲群中体验到另一种感动，即信仰、希望和爱。首要的发现是北方州的纪念碑大都高耸入云，就像哥特式教堂，不能不使人感染一种崇高向上的精神。最高的该算是陵园内的纽约州纪念碑了，拔地而起一圆柱，其顶端需仰视才得见。方形基座之上环绕气势宏伟的青铜浮雕，铸造出战斗与死亡的史诗画面，蓝天白云之间是饰以橄榄叶的华美的柱头，其上站立自由女神，右手前伸，轻握月桂花环，仿佛正为长眠于他脚下的数千纽约州将士一一加冕。佛蒙特州纪念碑也算得上高入云端了，方作圆柱，顶端为一持剑肃立的将军。明尼苏达州纪念碑不算高，看上去也有十来米，方形碑座上立一持枪冲锋的士兵。印第安纳州纪念碑坐落于远离主战场的一个僻静山洼，构思简洁明快，犹如两柄直插云天的长剑。进一步的发现是，北方碑群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对自由的赞美与倾诉，许多州有自己特有的图徽，呈盾形或圆盘形。明尼苏达州纪念碑上的盾徽描绘了民众自发参战的情景，一匹快马
飞驰而过，马臂上的骑手扬手召唤，正在扶犁耕种的农夫扭过脸去，田边是他早已备好的行囊与枪。远处地平线上旭日初升，光芒万丈，福蒙特州纪念碑上的石刻圆辉细腻地描画出美国东北部人民对家乡的情感。起伏的山峦上生长着青翠松柏，树林中有野鹿，土地上站立着新收割的麦捆和壮硕的牛。浮雕下部的绶带上刻着三个单字：自由、福蒙特和统一。印第安纳纪念碑的圆辉如一首美丽的歌，奔跑的野牛，伐木的农夫，茂盛的庄稼，群山之上正升起一轮灿烂朝阳，浮雕两边则镂刻着这颂歌的中曲叠句：自由、平等。纽约州在这次战役中伤亡最为惨重，大小碑随处可见，几乎所有的纽约碑上都凿刻或镶嵌了自己独特的徽文，中部为一盾徽，描画了先民们到新世界寻求自由的第一幕，一艘乘风破浪的三维大帆船与一只小船组合为简练的登陆叙事，其后是北美高耸的山峦，山后是一光焰炽烈的巨大日轮，盾徽上方是展翅欲飞的象征自由与勇敢的鹰，左右分立二女神，自由女神手执权杖，脚下踩着倾覆的皇冠，正义女神蒙了双眼，左手高举天平，右手持剑。何以这些北方佬对太阳如此情有独钟？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发自内心的光明，如此深情地歌唱自己的土地与生活，在南方碑群万不可能。你能想象属于南方的自由生活画卷吗？黑奴们在田野里采摘棉花尽情歌唱，背后高头大马上骑了挥舞皮鞭的监工。感谢上帝，真理竟如此简单，一幅画面就这样胜过一千页诡辩。在北方悲群中，我终于找到了对美国内战的终极解释：为他人的自由而战。杰弗逊早就领悟了一个最伟大的启示：上帝在赐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了我们自由。一个太阳所照耀过的最辉煌的民族。哥底斯堡大捷后，北方逐渐走上胜利之路。1865年早春时节，美利坚合众国议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林肯解放奴隶的战时法规自此成为神圣的宪法条文。为此一划时代事件，天寒地冻的华盛顿鸣放了100响礼炮。还是在这个早春时节，在温暖的南方，北军胜利收复军事要地查尔斯顿，入城市的前锋是战功卓著的黑人部队，在他们华丽的军旗前面还有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上面只有一个英文单字：自由。几年前正是在查尔斯顿，南方打响了内战第一炮。仍然是这个早春时节，
在春花出战的日子里，黑人部队率先攻入南方首都利士满，他们高唱着约翰·布朗之歌前进。约翰·布朗的尸体躺在墓里腐烂，他的英灵已升天堂。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约翰·布朗是一位矢志解放黑奴的白人，他先帮助黑奴偷渡逃亡，后忍无可忍，率领21勇士在维吉尼亚与马里兰交界处的哈波斯渡口武装起义，在军队围攻下起义失败，追随他的三个儿子壮烈捐躯，布朗受伤被捕，经维吉尼亚州长亲自审问，法庭判处绞刑。1859年12月2日是布朗走上绞架的日子。这一天，美国北方各州降半旗，楼宇上张挂致哀的黑色装饰，人们成群走进教堂为圣徒祈祷，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布朗最后的遗言是：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块国土之上的罪恶。约翰·布朗就义之日，南方到处爆发起义，旋即被镇压。一年半之后，南北战争爆发，北方各州人民唱着约翰·布朗之歌，热血沸腾的奔向战场。约翰·布朗已现身，这死亡将换取奴隶的解放。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在主战场仅东边，北军的主阵地上，在与维吉尼亚纪念碑遥相对应的位置，矗立着宫殿式的通体洁白的宾夕法尼亚纪念碑。岂止是碑，以其雄伟之气势、宏伟之构造和庞大之体积，它应该归入纪念堂一类。在这座建筑上，北方悲群的光明与辉煌达到了顶点。3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四面镶嵌着70余面大铜匾，刻有全体参战部队花名册，
战死者有一星号，步上几十级石阶，就可以进入由四座拱门和圆顶构成的主体建筑。每座拱门两边皆站立两座铜像，从林肯开始，共有八位，高约三米，都是战争时期联邦和宾州的领袖人物。每座铜像上方雕刻着橄榄叶环拥的星条旗，门楣上刻着两位天使，在上是州名宾夕法尼亚。每个拱门的最上方则是一块巨大的战争场面的白云石浮雕，而我则很少有拾级而上的兴致。在读懂北方悲群之前，失败的忧伤使我远离，每回都只遥望一眼，心想胜利者，地之主当然。终于有一次，我登堂入室，并沿旋转石阶爬到了拱门之上，在这里可远眺四方，古战场和生长着小麦、牧草与森林的田野尽收眼底。大片的牧草刚刚割倒，和风过来，草枝的清香。从这里往上是半圆形的白云石拱顶，再向上是纪念堂之顶级自由女神铜像。雕塑家满怀激情，捕捉了它刚刚飞落的一瞬，长距迎风飘动，双翼尚未合拢，左脚方落，右脚还腾跃在空中。女神面色肃穆，头戴桂冠，右手高举长剑，左手紧握棕榈枝。为什么是棕榈枝？长剑象征了争取自由的战斗，棕榈枝呢？是了，棕榈枝在古希腊神话中不正是胜利的象征吗？还有那月桂树叶编织的芬芳桂冠，这是一尊胜利女神。泪水浮起，刹那间深悲与极乐填满胸臆，久久仰望那胜利的棕榈，还有那只紧握棕榈叶的牵手。100多年前，他们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战斗，还紧紧抓住了胜利。遥想纪念堂落成之时，青铜尚未被岁月风霜所锈蚀，阳光下那定然是一只光芒四射的金棕榈。天上星星放射柔和的光芒，照耀着约翰布朗的坟场。光哥，光哥，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精神永放光芒。以格底斯堡之役为转捩点的美国内战，是北美大地所承受过的最大战争，历时4年，席卷10000个乡村城镇，300万人参加，伤亡112万，其中阵亡62万，占人口2%，相当于今日全美战死600万人。
这场尸横千里的战争结束后，没有一个前叛军人员遭到惩治，自李将军以下所有军官亦无一被法办，就连应以叛国罪处以绞刑的南方总统戴维斯也仅仅象征性的关押了两年，许多南方首脑人物则在林肯默许下安然出走。威望与权力已达顶峰的林肯说，谁也别指望我会参与处死那些叛乱分子，哪怕是头头，打开小门把他们赶出国家吧。而林肯却被暗杀了，凶手溜进戏院包厢，从背后开枪，还跳到舞台上大喊专制的魔王。就在几天之前，林肯视察了刚刚攻克的南方首都里士满，一位正在劳作的老黑人发现了他，扔下铁锹说道，主啊，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哈利路亚。他跪下来虔诚地亲吻解放者的脚，黑人们都跪下来要跟着老人坐。林肯忙制止道，请不要给我下跪，这不应该，你们该在上帝面前下跪。黑人们潮水般涌来，把他们的救世主团团包围，林肯只好举起手来开始讲话，李士满肃然聆听，热泪奔流。我可怜的朋友们，你们自由了，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了。你们可以扔掉奴隶这个名称，在这个罪恶的名称上践踏，它永远消失了。400万黑人自此打破枷锁，在先贤们的血肉之躯上，自由得以重生。他们摧毁了奴隶制，为黑人争取了自由。他们赦免了奴隶主，为敌人争取了自由。他们接纳了对真理的不同理解，为思想争取了自由。他们释放了内心深处的博爱，为心灵争取了自由。他们把生命的渴望化为制度，为新大陆争取了自由。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他们也为自身争取了自由。自亚当夏娃以来，自由第一次获得如此深刻而全备的阐释。以这场战争为始，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创立了一个伟大的美国传统，为他人苦难而战。并且当自由得以确立，正义得以恢复，那些抛洒过美国人鲜血的土地将无偿奉还，无一例外。自由女神永远在他们头上飞翔，一手高举出鞘的锋利长剑，一手紧握住灿烂的金棕榈。
斯堡，你这抛洒了无边鲜血的旷野，自由的圣地，我岁月遥远的父亲，我的一见钟情的永恒的情人。告别的时候到了，让我说一声再会，请帮我翻过生命的一页。也许我们还会相见，在紫丁香和樱花开放的世界，或在大雪飘洒的黄昏，我会向你亲热致意。也许我已经治愈了那宛若阿巴拉契亚绵长的忧伤，再也没有泪水，我会微笑着说，你好吗，我的圣哥迪斯堡。